老板，米粉汤好了。哦，谢谢阿叔。林老板每天都要我煮一碗米粉汤给他吃，都已经煮了十多二十年了。不管鱼圆做得好不好，他一吃就吃出来，嘴很刁啊。难怪每个都叫他鱼圆霸王。林老板很爱也很懂他的鱼圆，鱼圆就像他的 baby。真的要买日本的机器来搅鱼肉啊？是啊，我查过了，用那种日本最新的科技，可以提升鱼丸的产量。你疯了？一颗鱼丸的利润才几分钱，你几时可以回本呢？你真的很天真嘞，哪有人这么做的？不能一直这样子用手捏鱼丸的。啥的？来走，来走。我一定要新加坡的家家户户都吃到我做的鱼丸。反正他一颗一颗的捏，到现在有了大工厂，就一吨一吨的卖。老板，真本事啊！阿叔，阿叔，老板，来了，哎，老板。阿叔啊，你的脚是不是又痛了？就是老毛病没有不会好了，怎么办？哇，老板，你今天的米粉吃的精光嘞！对啊，今天鱼丸很好吃，生产部有保持水准。这个药油你先拿去查，可是还是要去看医生，知道吗？啊，谢谢老板啊。你怎么今天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？他发现在给你问题了，是不是？都是那孩子不会想啊。阿寿，不用担心。那你叫阿发来见我，我来跟他谈。谢谢老板。怎么样，还是关吗，阿发 ？OK 啊。OK， 那我们出发吧。好啊。真的了不起。我有个使命，要守护爸爸传承下来的饮食文化遗产。